是我呀，孩子们，站岗放哨累不累呀？啊，我这有糖块，来慰藉慰藉你们这些模范的儿童团员。不要你臭地主的东西！我是臭地主，可这糖块不臭啊，可甜了。哎，不信你们来一块儿，哎，小伙子来尝尝，尝尝，孩子可甜了，来一块儿。不要他的东西！哎，胡兰子早说了，要提高警惕。哎，还提高什么警惕呀？告诉你们吧，阎锡山的军队打了大胜仗，解放军都吓跑了，回家跟你们家大人说天要变了，别跟着胡兰子瞎闹腾，解放军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。狗地主，哎，你敢造谣，把他抓起来送到民政派出所。哎，说乱动，把他送到民兵队，叫他老实交代。走，快，哎，走，别介，嘿，胡兰子，这人不亲，这土还亲呢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可别把事儿做绝了，谁都得给自己留条后路。你别吓唬人。地主老财扬眉吐气的日子不会再有了，压下去，走，别孩子，快走。
主任，我的鞋可放进去了啊！胡兰子，我们组的都齐了。等等，还是再查看查看吧。嗨，还查看什么呀？咱们云州地区的妇女，一个赛一个的进步，一个赛一个的提高，一个赛一个的胜利。就你话多，哎，就他话多。你们看这双鞋。绝不勤劳，滚滚滚！哎，这么
说的胡兰子没在家啊，除了吃饭睡觉就没个在家的时候。嗨，要说胡兰子呀真是千里挑一、啊、连那边也知道有这个人物。那边文水城阎锡山那边。阎锡山那边，您看，那怕什么呀？这勾子军接长不短的出来抢粮食，祸害老百姓，常跟八路军打仗，叫他们知道胡兰子，这还了得？婶子，哎呦！是
来看看婶子。你干什么来了？我心里明白。我可没说什么错话呀。你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眼儿，往后啊少登我家门。不来就不来，不来就不来，我这哎呦，段二家的，段二家的，段二家的，这号人呐，少搭理他。奶奶，您吃饭了吗？这几天我去区里开会，也没伺候您老人家，您可别怪我呀。奶奶，奶奶，您喝水。奶奶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啊。回来，你又上哪去？我去找区长，把石听谱和二寡妇的事跟他汇报一下。你给我站住！奶奶，你把村里人都得罪了，难道就不怕？怕什么？胡兰子。
子，有话就不能好好说，又惹奶奶生气了。娘，孩子给您赔不是了，您就喝碗热粥吧。胡兰子，奶奶我这一辈子受苦受罪，为的是谁呀？
奶奶，
胡兰达，胡兰达，张方叔，怎么了？哎，奶奶说受委屈了。要是顺顺当当一点困难都没有，还要咱党员干什么？说句掏心窝子话，还当不当这妇女主任，我真犹豫过。如果这么点挫折都顶不住，马上就有大的风暴，怎么能经得住考验呢？眼下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全面战争，调集重兵进攻延安。进攻延安？那党中央毛主席？不要担心，为了牵制西渡黄河进犯延安的蒋匪军，咱们晋中平川上的解放军主力部队调到晋西作战，阎锡山钻了这个空子，调来了5个师的兵力，要对晋中平川进行大规模的扫荡。上级有什么安排？区里决定把各村的公粮布匹立即坚壁起来。金奎，你组织民兵排马上进行布置。是。我们怎么办？你和施武泽都转移到山上去。我正要跟您汇报，施武泽立场不稳，跟石廷甫、二寡妇勾勾搭搭，群众反应很大。区里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，正因为如此才不能把他留在村里，到山上要对他进行审查。胡兰子，你马上收拾东西。不，我要留下来。为什么？咱们大批干部转移之后，发动群众传送消息，对付敌人，帮助上山干部的家属解决生活上的困难，没有一个妇女干部不行。我年龄小，入党晚，不引人注意，人地两熟，便于工作。我请求留在平川上跟你一道坚持工作。胡兰子，你的心情我理解，可是你也得想到现在环境变了，任务重了，危险大了，困难也就更多了。可您不是常说越是困难的时候越需要我们共产党员发挥作用吗？可你方叔，您就答应我的请求吧。报告区长，敌人已占领大象，县委紧急通知上山的干部速到北贤集合。知道了。胡兰子，请组织相信我，不管环境多么恶劣，危险多么大，我的心向着党永远不会变节。好，我代表区委批准你的请求。这是区委文件，交你保管，再到各村检查一下坚壁清野工作，我会派人随时和你联系，保证完成任务。Yeah!
本殿殿帐早就准备好，管教那穷鬼们来接灯泡。哎嘿嘿嘿咿哟，哎嘿嘿嘿咿哟，哎嗨嗨嗨嗨嗨，哎嗨哎嗨咿哟。不错，这叫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呀、啊、如今国君来了，咱们又有好日子过了。可不是嘛，这几年可受够了穷鬼们的气、嗯、也该咱们直直腰了、嗯、村长、嗯、往后还请您多关照。好，眼下最要紧的是把逃到山上的村干部抓回来、嗯、特别是刘胡兰，国军点名要抓他。是啊，这几天我在他们家门口转悠好几圈呢，只要见到他的踪影就立马向您汇报。好，走到他们家去。胡兰子妈，胡兰子妈出来，村长来。我问你，刘胡兰到哪儿去了？到哪儿去？从来不告诉我，我怎么会知道？刘胡兰死心塌地地为共产党做事，国军点名要抓他，他若回来自首嘛，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，我石某人保他平安无事。嗯，哎呦。要是藏匿共党要犯，知情不报，那就是全家同匪，你们老少一个都别想活，把你们送到严长官那去，先坐老虎凳，后灌辣椒水，末了你还得挨枪子儿。二寡妇，你这辈子积点德吧，下辈子兴许能嫁个男人。哎，你算了算了，走，跟我到金奎家找他这个民兵排长算算账。村里人听着，国军有令。村里人听着，国军有令。共党干部必须认罪自首，藏的公粮布匹必须交出，分了我们的东西要原物退回，三天为期，过了期限，国军要血洗云州西，烧房子杀家属，一个也不留。血洗云州西，一个也不留。村里人听着，村里人听着，国军有了，国军有了，共党干部必须认罪自首。娘，
来了。来，慢点。奶奶怎么样？嗨，她病了，刚躺下睡着了。这些天你到哪去了？赵方叔安排我到南边的几个村检查工作，回来的路上碰见钩子军，我就在野地里躲了两天。胡兰子，石定府仗着钩子军撑腰，又要抓人又要放火，不少乡亲吓得到处躲难，有的人把土改分的财物又偷偷的给财主们送回去了。谁？大婶儿，是我。三回大爷。胡兰子，快进来。进来。三回大爷，你怎么还没躲起来呢？是啊，我这把老骨头怕什么？跟他石廷伯拼了！快坐下。快坐。胡兰子，情况怎么样了？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解放军在晋中的反击战很快就要打响了，敌人的日子不会长久了。好，大庙的情况怎么样？幻象团员都上山去围剿武工队了，只剩下石廷甫带着两个人守在大庙里。倒是个机会。你啊，哎，你想办法石廷甫先引到这儿来，您就说我胡兰子回来了，他准能来。好，可别惊动你奶奶，她刚躺下睡着的。那我，你放心吧。石廷甫现在得势猖狂，不镇压他就难以把群众发动起来。对。杀人放火，血债要用血来偿。石村长，石村长，石村长，胡兰子回来了。这回呀，我把他交给您，您好好的管教管教他。你这叫将功折罪，大义灭亲。做得好。胡兰子。刘胡兰，嘿嘿，你真敢回来呀！我等你半天了。来人！哎，饶命啊！我的官土。
使的叛徒，人民饶不了你。来呀，有带走胡大人。怎么样了，特派员？这个野丫头小小年纪长了一副硬骨头，我手都打麻木了，鞭子都攥不住了，可她就是不吐口。共产党人都不是寻常之辈，像石武则这样的软骨头可谓凤毛麟角，少之又少。对付刘胡兰这样死心塌地跟共产党走的顽固分子，广东硬的不行，还得有攻心之术。是，我听特派员的。报告特派员，师部急电。集结在西山的大股共军在文水一带吃掉我军两个团，他们继续向前推进。特派员，这个地方可不能久待，把哨放在一里开外，有动静立即报告。是，带刘胡兰来啊。有，带刘胡兰，带刘胡兰，带刘胡兰。走。长这么大没尝过这个滋味吧。
你们怎么能这么对待一个孩子？下去。是。刘胡兰，你多大了？哦，坐坐坐坐坐。你有十三四岁了吧？我十五。十五岁，好，跟我的女儿同岁。是属兔的吧？我属虎。刘胡兰，十五则说你是共产党员。说我是共产党员，我就是共产党员。你们村还有谁是共产党员？就我一个。你们区上有多少共产党员？就我一个。不对吧，这么大的一个区，怎么可能只有你一个呢？其实你不说我也清楚。清楚？清楚还问我做什么？你这颗倔强劲儿真令人佩服，佩服。论年纪我比你大上几轮，同样是生长在金中落到你故乡人，分外亲近。俗话说，人不亲来，土也亲。
我好处，为何如此卖命？回自身，共产党的好处说不尽，他是人民的大救星，领导全国闹革命，族建了百战百胜，救苦救难的解放军，打倒了地主老财出恶霸，穷人得了地，百姓得了身，共产党人民过上好日子，永远和人民心连心，天大地大，没有共产党的恩情和深海深，没有共产党的恩情深，人民永远跟着共产党，把你们消灭尽。就让你看看这血是黑的还是红的。来人，把这几个民兵带上来。是，走走走。金奎哥，三槐大爷，胡兰子，你们坦白不坦白？呸，土匪强盗想让我们投降，办到，把他们拉出去，用铡刀铡喽。是，打倒敌人，打倒蒋介石，中国共产党万岁！我把刘胡兰他妈带来了，让他妈妈好好开导开导他。带上来，胡兰子。孩子们，
不再少。
是大军的好后勤，就说我胡兰子信仰坚定，敌人的面前不惧豪门，我虽然死在冰天雪地，寒天的无用我看得清，大雪过后无云比三千年的穷人
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呢？好人，他是好人。好，今天我就让你们打打这个好人，谁要是不打，我就毙了谁。打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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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打！打！Thank you.
学习的好榜样，永。